是个20岁的女孩，想着我的未来，现在住在加拿大温哥华，原来是香港，一直以来家人都好奇我想做什么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别问我，可是我还有2年就要毕业，应该想想我喜欢音乐，唱歌还有钢琴，还有什么，其实我已经想纪念长大后做什么，无论如何我要开心过，现在终于学会了要珍惜，现在终于明白了要幸福，其实做人只要开心笑着过着，无论做什么 It is OK， 应该需要把烦恼都抛弃，需要把伤心都忘记，虽然做着容易，现实也是可以，只要相信着就会实现。是我也要找份工作才能继续生活，总不可能随随便便只靠开心就活着，我想应该先想想自己真正喜欢什么，那就会找到人生目标，偶尔心情眼泪在流，不知道该好，就算当笑着过着，无论做什么 It is OK， 应该需要把烦恼都抛弃，